三块，低至个位数的战斗民族低卡减脂好物来了，俄罗斯无糖玉米片，包装写的啥俺也看不懂，但它确实是个很健康的零食，抓一把嘎嘣酥脆，泡酸奶牛奶还可以当早餐，好吃又平价。俄罗斯面包圈有好几种口味，脂肪含量很低，打开就有股奶香，长得也特可爱，和饼干一样脆脆的，吃起来越嚼越香，有点停不下来的节奏，饱腹感强，便宜又大碗，爱了。最后一个大板砖，高纯度的无糖黑巧克力，说真的吃一口浑身颤抖，这简直就是方爆神器。叫我 darl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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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rling， 是不是哄哄我？你是我 hone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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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ney， 我的热心似火，防火墙已被攻破，我已经无法逃脱，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？你叫我 darl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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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rling， 是不是都懂我？你是我 hone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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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ney， 陷入爱是分我，夜空已被你划破，我的心无法掉落，是我宠你让你犯。郑云的故事很简单。遇见了你，我很喜欢。将近的晚风快吹干整条小巷，安静的灯光无法再将我们点亮。要明白有些事情不能总靠想象，到不了今晚继续喝到明天早上，看不到希望的人还在自言自语说着，抱怨得不到温暖，他还在继续坐着，他对着电话那头说着自己过的。Hey,